喺睇片之前，你 follow 咗我哋嘅 Miri 同埋 Odyssey 平台未啊？未订阅嘅朋友都记得快啲帮手订阅我哋啦！大家好，今期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新款嘅 controller RGB 无线电竞耳机。咁佢咧今次咧就会采用咗咧 Supreme 无线技术设计嘅，会使大家使用嘅时候咧就加倍舒适度，就算用几耐都冇问题啦。佢喺结构上面咧都采用咗咧比较结实嘅框架，咁咧就会比较更加耐用啦。透过 USB 咧连接嘅范围咧可以达到19公尺。即可以連接多達三個裝置同時使用，咁你就可以同埋朋友一起玩啦。新款嘅設計全身大頭帶可以完全俾大家戴上去係冇呢個壓力同埋有舒適感嘅效果嘅。再加埋佢有個記憶嘅棉耳墊，咁就會讓大家聽起上嚟24小時全天候都會有好舒服同埋好舒適嘅感覺。电池容量方面仲可以长达20个钟头，所以你话 HS80RGB 系咪好耐用呢？外形方面佢采用咗轻量级嘅铝合金，咁望落去又时尚啦，又型啦，又好睇。如果要换耳机，又可以多一个选择啦。多谢支持实体店店长，拜拜。看完这条片的朋友都可以去我们的网店看看的，还有记得帮手 CLSS 我们啦，有什么就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啦。好啦，支持实体店，香港人加油，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